在下半场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抽出15位普奖，是请工作人员依序请我们的神父们，还有董事长，还有院长，还有刚才的一些赞助单位抽出我们的普奖。那么在抽出的同时呢，也把这个号码还有姓名把它念出来，好吗？来，我们先请。大声讲。杨逸轩157号。我们会喊三次哈，嘿，60181蔡什么家有在这里吗？好，请。董事长抽两个哈，对，抽两个，对，不讲。前面的。这是买那个沈雪娥。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下半场的第一首曲目。
目是《天空之城》。这首曲子呢，是宫崎骏的卡通动漫里面非常的的主题曲。那宫崎骏呢，这个动画片里面他描述的呢，是一个非常这个刺激冒险的一个故事。传说呢，这个天空中哈有一个漂浮的一个岛屿。那这个岛屿里面呢，因为借助着一个飞行石的力量，它可以漂浮在空中。那因为呢，这个岛屿据说里面藏有非常大量的一个宝藏，所以因此呢，有很多的人跑来抢夺。那展开了一段这个冒险的故事。那么只有两个，一个有王室血统的女孩子希达，和一个旁听男孩叫做巴鲁，他们之间相遇了，就展开一段非常刺激冒险的一个历程，谈的是人的勇敢，人的这个恐惧，怎样去克服这些东西。那这首曲子呢？这个曲子是由久石让哈所作曲的。久石让呢，在日本是非常著名的这个配乐家。那配乐各位知道，它在电影里面呢是有画龙点睛的这种效果。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时间过了很久之后，我们不再记得电影的内容，可是当这个主题曲响起的时候，我们会突然想起了这个我们曾经看过这个电影。那这首《天空之城》因为太有名了，所以《20150117虎尾若瑟在地六十年慈善音乐会》也把它当成片头曲。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现在我们有三位小朋友，对啊，我们先请我们有三位也吹直笛的小朋友一起来跟我们来一起来演出这首久石让的《天空之城》，就让大家一起来欣赏。
们谢谢这三个小朋友。接下来呢，我们来抽出五奖和四奖，是不是请君玉找两位来，我们请碧晨父帮我们抽出五奖。王月一五奖的得主在有吗？在这里。0192王月一0192 OK 好，再来四奖的得主，四奖陈安琪有在这里吗？陈安琪 OK 0156是到上面来的，其他奖是在下面，没看到，而奖品奖可以再放到上面来。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各位带来的呢是台湾随想曲。在台湾随想曲之前呢，各位朋友们，谁可以回答我，在若瑟十位医疗奉献奖得主里面有几位是老外？有几位老外？请各位举手。来，有几位老外？哦，那个小弟弟。哇，穿橘色衣服的小姐，有几位是老外？几位？四位。哇，你好棒！那阿姨再加码问一个，他们来自于哪些国家？会不会太难了？比利时、嗨，荷兰。好，这个问题太为难你了。好，我们谢谢这个弟弟。好，谢谢他。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各位带来的呢是台湾随想曲。这个呢是以台湾民谣为素材，这是我们小提琴钟镇达钟老师所编曲的，它包含了台湾民谣里面的农村曲和思想曲。它感受的呢是这种台湾早期的农村的这种风光，人文呢非常恬淡的这种气息，是一首非常清新恬淡的一个小品。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台湾随想曲。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抽出三奖。三奖是一样，是三奖和君玉，请蔡父抽出我们的三奖。不要抽到自己喽。沈灵秀，沈灵秀三奖，沈灵秀60212，60212，沈灵秀有在这里吗 ？OK， 好。好，请到前面来领奖，第三奖。三角女生大角度，好，请蔡父。那这首曲子呢，是当时宜兰民谣非常让人耳熟能详哦，随手都可以哼唱的一首曲子。丢丢档呢，它其实形容一种声音，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声音呢？因为呢，宜兰呢，因为三面环山，只有一面靠海，最早期呢，它的交通是非常不方便的。然后后来有了火车通车之后呢，就像火车经过山洞的时候，那个水滴哈、会从那种岩缝里面滴下来。到火车上面会有丢丢的那种声音，所以呢，因此就这首所谓的丢丢档啊，它是一首非常轻快的、可爱的一首台湾民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丢丢档啊。Thank you.
词呢是 John Carpenter 这样兄妹的作品，他们是在1970年代呢最受欢迎的这种演唱团体，他们的歌曲到了现在已经过了40年还是历久弥新，让人非常的一个想念。那第一首我们要带来的呢是 Yesterday Once More， 是往日重现，谈的是对美好往日时光的这种想念好和感怀。那第二首呢 I Need to Be in Love， 是我想要爱，那么谈的是对爱的一种期待和爱的这种渴望。这两首曲子呢都提醒我们爱要及时，生命中的每一个 moment 每一个时刻我们都要好好把握，那么因为这些美好的记忆会让我们在受挫困难的时候能够停住，让我们靠着这样的一个特别好记忆来熬过这些难关。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两首曲子 Yesterday Once More 和 I Need to Be in Love。